好，噔噔噔，好，我要瞧一下。Hello，严主任，我看到你了。来，它是一个提袋，我看一下怎么看，比较那个旋转一下好了。这样有看得清楚吗？它就是利用小小兵的电影，大家有看吧？他那个小兵就穿着这种类似吊蓝色的这种像吊嘎吧，嘿。然后上面就有黄色的嘛，圆滚滚的。然后这个是 Bob 里面的一个角色，好，然后它有这样一个提袋，我把它用起来，这样看。好，它提袋也是送的，好，然后它有一个送个卡片，所以要是你是当做礼物，你可以上面写说 to 谁，好，这个卡片也是蛮精致的。好，那我们先，哎呦，小心一点。好，那我们把它拿起来，然后每个都封膜啦。那其实我先打开了，好，我们这个先放旁边 然后你看它，我觉得光盒子就值得收藏了。你看，看一下，这是 Bob，然后你看它上面的，这有点像绒布的感觉。然后这是 Stuart。对，我还特别记他名字是 Kevin，因为小小兵很多只嘛，可是这是三只是主角。好，你看，然后这个 Special Edition，Bello Minimus，Bello 就是他们的 Hello 的意思。然后你看这边，然后这边也是，所以它整个盒装的感觉就是以那个黄色跟蓝色为一个主色。系，所以你看，这是那个小兵的那个身体颜色，这是那个衣服，然后每一个地方就是他们的那个脸啊，好，应该就是那三位主角的脸，好，那么开箱喽，噔噔噔，可爱吧？它是以这个盒装是以那个 Stuart 来当做它的那个。啊，笔盒，好，那我们可以先把这个盒装放旁边。我觉得这根本就是公仔等级的，哈，通常是买回去收藏的。好，然后怎么拆呢？我们看一下，先看一下360度好了，好，它这个拆掉是把这上面这是眼类似眼镜这样可以拆掉，哈。要是它可以再变成手表，那就更酷了，哈。好，他就这样，就他眼睛呐、啊。好，然后帮他脱他的裤子。好，就这样脱起来。然后这裤子脱起来可以干嘛？待会就知道了。好，他可以站着，站着可以当笔盒啊。刚刚放了一些，就可以放很多支笔。刚刚的一些 Rudolph Script 的笔，好，这可以当笔盒。然后接下来呢？好，我们看一下，打开它，就这样打开就好了。好，那这个可以先放旁边。它还有这个火箭，好像它的就在叙述它的故事情节啦，就是有那个在什么格鲁工厂偷火箭的那个一个画面。然后你看，这是 Bob，好，这是公仔，好，这是固定住的。啊，Stuart 跟 Kevin，好，好像可以，也可以当放在桌上当装饰品。好，接下来是里面的主角，好，我们看一下哦，它有一支笔，然后这是卡水，然后这三个是可以装在这个笔夹上的。好，它三个他们主角的眼睛，还有这个爸爸喜欢的小熊。好，那我们先来介绍这个钢笔好了。那钢笔呢？大家可以看一下，非常黄黄澄澄的，我觉得蛮正亮黄的。可以，你可以看一下跟它的，我看一下卡片吧。这卡片的黄还比较深一点，但是它真的是蛮正黄的。好，可以看，然后就是他们狩猎的，然后上面还有刻这个 banana，好，因为他们喜欢吃香蕉嘛。然后搭配都是黑尖。E F 尖，然后它反正就卡水就在啊，这是吸墨器就在里面了啊。哦，这没有装好，这样一个卡水，好，
好，这是它的笔的本身。拉米 Sapphire 算是蛮入门的一个钢笔啦，所以我相信很多新手都会买拉米 Sapphire 狩猎的款式。那假如你是刚好是不论是为了收藏，收藏是非常适合的，那要是新手也很适合这一支笔。好，那像他们就会把这个笔放进来这边，好，你要可以放桌上，你就可以这样放着，这样好，这样也是蛮方便的。好好，那里面还有什么呢？好，这个卡水呢有两个方式打开，第二个就是从这边，可我觉得从这边打开墨水很难下来，除非你一根拿走了。好，所以那怎么打让比较好开呢？这边就有点往上推就可以拿出墨水卡水来了。好，所以它是可以整个抽掉，我不想抽掉，但大家怕很难装进，也不会很难啊，对，还要对准一下就对了。好，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，也是很可爱啊，反正整体设计就是蓝黄搭配就对了，然后都是以他们的那个就是主角去设计。然后像他附的这个熊啊，它是怎么用在这个上面的，非常简单，我示范给大家看一下，等我一下。它这边有一个卡榫，然后你只要这样把它卡进去，好就好了，看你要卡这边或这边都可以，是不是很可爱啊？好，然后它还搭配，反正这几个也是啊，看你要喜欢哪一个延伸，看你今天搭配是什么眼神石，看想用哪个眼神就是去搭配。然后这就是两个，然后就是卡好一边再卡一边，就这样。然后这可以看你的心情是哪一个就配哪一个，齁。这另外两个也是，齁。所以它这个是玩性还蛮重的一支联名钢笔款啊。然后还有另外一个，最后再介绍一个地方，它可以有音乐哦，然后电池在这边，那记得你新的拿到的时候要先打开之后电池先翻过来啊，我已经翻好了啦，因为它刚开始是没有接电的，所以你要电池拿起来再翻过去才会有声音哦，然后翻好之后，好，那我按了，我听一下就好，因为其实有点大声。你心情不好的时候可以听一下，因为很好笑。好，他整一首歌大概可以听个，应该有30秒以上吧，所以就是喜欢的朋友就买回去自己打开听，因为其实怕有点吵到隔壁的，所以很可爱啦，这个整个设计上是还蛮可爱的。好，所以今天呢，当我第一次看到这个时候真的是太精致了，忍不住自己也收了一组。好，等一下那个太空梭的那个仓位很好玩。好，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呢？今天基本上呢就是介绍就是拉米这个联名款小小兵。好，然后这些呢都已经在我们的架上了，那我刚刚前一篇 po 文也有 po 它的连结网站，喜欢的朋友也可以收藏。然后它正好是中国限定款，然后它是每年都会有出一版，然后去年是熊本熊，然后今年是小小兵。然后呢就是你只要它好像数量是有限，可它也不跟你讲多少啦，对，所以没了就没了啊，也不知道多少量就对了。好，所以它是每一年一个限定款，那今年2021年就是跟小小兵。那我觉得小小兵这个精致度我觉得是非常精致啊，就是以公，因为我也收看到一些公仔，其实它的因为以前也会收一些小小兵的公仔嘛，所以我觉得它的整体设计上是还蛮符合小小兵的形象，完全都是符合他的形象，然后整体造型啊还有一些这个巧思啊，好，像这个卡水也是很特别，卡水夹，好，然后还可以装这些有的没的一个上一个小配件，好，所以是很有童趣的，所以喜欢的朋友呢已经上卖场了，可以去去下单咯，喜欢的朋友的话。